岁所在预测你的归队。
北京航空怎么着？都没错。好了，再上去啊！再上去，拿这个人下来。对了，开机。咱俩得坐排骨桌呢。你都已经推到他了，他已经这样了，他这个动作已经这样，他对，他那你看你要放慢，你要放慢再去做第二，你发现他已经这个被动了，你无论怎么样，你力量比上吊力量回动，你足底一点，两次就会主动起来轻微。发力起来。
循环，就身体换过来，你这样子换过来，因为左右两边这个物件拢做无好，你比如换过来，你应该是两只手嘛，结果1:0，你的换你是两最近，发现极限球，对吧？对方有劣势，这个启动线不同起来很贵，进攻。他打你对角是因为你这个球发球的质量，该怎么排？你没有发挥不出来，那相对的很强的话推你，你当然会措手不及啊，你当然来不及啊。所以你发接发的看你的节奏到底怎么准备？如果不一样的进攻，你的目的是有他在接这个球的开始到底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还是在这样？了解吗？你今天发的球是人家跟你一起，还要看这些。清楚教练，而且你发过去的时候，第一个啊，出速啊，出速啊，如果是这个弧度是有办法的，过去，那像这个，你往过去哦，然后球又怎样，球马上掉下来，那相对的他在冷出手，你的人散，你的球管也散，前进，前进。前进一件动作，是属于训练动作，对吧？他那些体育动作，练这启动性，对吧？那个比赛出力，再出力，再出力，再出力，对吧？还有呢，你比如话，这个球鞋从高到落地，那些幅度有些没有啊，总是降下来。那降下来，他第一个，他接球的位置是在下手，他不会在上手。他在下手接的情况之下，他打对角几率高，你靠对角几率也在广，哎，一起刚才当泡沫，你下手我们俩，你下手还可以当泡沫，对吧？加一球，你来当球嘛。所以你在野里发球，你一定发出去，你出速到底有没有落下来？有没有落下来？如果你发出去第一个球，他在上手肩膀这里接球。就是管子是鼓起来，你要注意对角，它拨，它拨，还有这一块，它的力可以意识到，好，它打过度后场球，有可能打中。今天结果怎样？倒回，倒回，不，一样，你发出去，你加的。下一拍的预备就对方的推进，了解吗？不是发过去的，对方在这里，你在傻傻的等对手打过来，了解吗？你自己发过去球过网的这个出去跟弧度落下来这个东西，你要去做好一个事先的判断，了解吗？